阿拉力姐掏一根甩呀甩。我有很多很大的灯一色长长所有的灯我上到饭店了，上到饭店。哎呀，都怪法力姐电力太强了，连麦克风都想自我了断。法拉利姐昨天举办第二首单曲《波波波》MV 甄选会，这场甄选就看她的舞蹈样意味不明啊！我到底看了什么？红心的兄弟，就把他打死！快！幸好参选者中还是有高手啦。哎呦，又很有力耶！所以冠军不做他人想。但是那个入围的男主角是因为好像台湾的那个钢管舞的。最后再献上一段塞不进但放掉可惜的精彩演出。我今天是大妈，哎呦呦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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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